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益智七巧板。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外盒，它这个呢是适合3岁以上的人可以游玩的一个益智型的桌游。那我就直接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它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它的里面呢，就是它会有我们基本的嘛七巧板，但它这是有两个颜色。然后我们的底座，它底座很特别哦，是可以收纳的，就是我可以把我们的题目卡收纳到里面。那么这是我们的题目卡部分，题目卡背面就是它的解答篇。然后它这个呢还蛮可爱的，是就是它的题目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小朋友还可以顺便猜说它是什么东西，像是这个应该看得出来吧，就是公鸡。然后它的是英文的哦，所以就是可以顺便学一下它的英文是什么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我们的第一关插在上面，就是题目可以插在这边这样子，大家应该也看比较清楚。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剩下的题目都收进去这里面。好，那这种益智型的游戏，我也觉得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处理的太好，所以我就邀请了我小绿跟我一起玩，我们一起解决这个益智型的玩具哦。好，小绿，我们一起来合作拼出。那我们先拼中间这个主角好了，因为它这个是红色的，就要拼红色的部分，然后黄色就拼黄色的部分。我觉得红色的部分应该会比较好拼，我们先处理它好了。好，这个应该看出来是正方形吧？正方形，先放正方形。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它应该这页应该就是这样，这样子。好，先放啊，先暂时说不一定它是这样子啊。它这个脖子哎，长长的应该是这个吧？好，这第一关应该是不会太难吧，爸。下面这些三角形应该是在这里了，我们一个一个，然后它是平行下来的，哦，对，那这个应该是这边这样子吧，平的，那这个这样写的，这样子，那这个先拿起来，这先啊，哦，鸡脖子断了，鸡脖子，我们先有先放一些黄色试试看，我搞错了，那所以它是这样咯，大家帮我们看一下，完美。好，我们开始拼黄色的吧。它这个好像也可以放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觉得它应该没有，我觉得它应该没有那么简单，先用它看看好了。好，接着接长的可以，因为只有这个那么长。然后，这里，马上有了，有头绪了。这个是放这吧？哦，快点放进去！好险，好险，第一关啊，好险，好险！大家可以看到它这有数字，这应该是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照难易度啊，因为它上面没有特别注明。那我们来对一下解答部分，小绿来帮我看一下。红色正方形，这个是，这里有正方形、三角形，然后黄色要倒过来看，黄色都正确。哎呦，这两边应该是完全正确，都对了吗？对。其实应该是有办法拼出这个形状，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把第一关放旁边。好，那我们从中间偷偷抽一个后面一点的，我们不要这么照顺序。好，抽了一个这个，这很像是什么红鹤之类的，你觉得？一种鹤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巧，抽到鸟类的。好，不知道会不会丢脸呢？应该是可以吧。这个应该就是这里了啊，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。这个是这里吗？应该可以啊。然后正方形，这感觉就是正方形，这样子。这个正方形吗？再接一个正方形，然后接一个长的。对，可以啦，没有很难嘛。哦，有吧。对。好，那它这个就是。好，我觉得其实黄色比较难哦，因为它的零件比较多。就算我们有。应该有一个这个，可以吗？这个，
也不对耶，这是旁边这里啊、哎、主要是因为有这个啊、嗯、这里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，来看我这样子、嗯、对对对对对还是长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很适合小朋友可以互相合，哎，我觉得好像不是哎、欸，因为它有点滑落了，哎哎，好是没放好了，吓死人了。对呀、啊，嗯，没有，不是，还是是这个不对，这个这个，那我没有、嗯、没有三角形、啊，还是是这个长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是长一样的，我怎么做这么蠢事？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先从这一个角落开始好了。放这个，就不要再那个了。这个应该也是这边这边。哎呀，会不会这个其实不是这里？那这个要放什么？这一个。哦，也是哈，也是。那这个也是放这啊？那你就可以放这个啦、啊。你、欸、我们想到一样的。然后这个这收布拉机了怎么办？哎，完蛋了，我们卡关了。有没有什么可以什么call out之类的、啊？哎，这里，快点快点放回去啦，放回去。哦，那这个这个对对对对，然后这样，嗯，然后又跑出一个。好，我偷看一眼，我们偷看边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不对不对，要反的反的，我们一起偷看。喂，哦，这个好，好、哦、这个好，这个我就根本就放错，这个先拿出来了，全部都先拿出来了。哎呦哎呦，还是我哥哥看反的，这个其实就是这个，应该不是吧？我刚才是反的看，瞄上面瞄上面。哎、欸，对啊对啊对啊，那没错。哎、欸，大家一直看我们这样作弊怎么办？好，就是如果小朋友真的没办法，就是像我们这样蠢蠢的，就是没办法。给个提示，给个提示。对对对，就是、请妈妈给个提示啊。这个就是这个啊。哎，我们该怎么用的、啊？该它不是有一个排法吗？就是除了这个，嗯啊，真那么长那么长，没地方。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吗？欸、好像还是没有。哎、欸，你刚刚好像哦，我们一起哎、欸，那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们从上面排下来吗？啊、这样子。然后就没辙了。怎么？大家一直看我们做蠢事，所以说不定人家已经知道答案了，然后就说这个啦，这个要摆这里啦。怎么我们两个摆不出来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们两个人哎、欸，好险！我这次有邀你，不然我不是一个人，就在那边，大家就一直看我那边哎而已。然后我们已经有小解答嘞、欸，这样子有吗？没有。那反过来，这样子，怎么办？被我弄乱？还是其实我们根本就这里弄错了？应该不是吧？那里这里弄很完美，只是好像被我弄乱了。哎、欸，这个，任何一个塞得进去的吗？这样也没有哎、欸，所以它也不在这。这个不对。它还有什么可以放在上面？这可以放吗？哎、这个，等一下，我们这可不可以这样啊？虽然是很美啦，但是放得上去吗？这里这个哎、欸，哦，哎。会不会是这个啊？不行啊，就是这两个胖子啊，这两个胖子就是塞不进去。我们再偷看一个好不好？好我们看边边这个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哦。边边，它是胖子的啦。边边是放胖子，对，再把它去。不是，我刚刚没有看清楚是怎么放、啊，好像是这样放的样子。对，好。那这个就是这里啦，这个还是这个放错了，这个放这里吗？这个要放什么？怎么办？我想要有两个大嘴巴哦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我再看一次，奇怪是我看错吗？是这样放吗？
对啊，没错。对啊，而且顺便看到隔壁。好，那我就看看我们隔壁放错了。哎，我们这很丢脸呢、欸，太弱了，好难哦、喔，这真的需要时间。提示已经有三个了。好吧，其实我们真的不可以这样子取巧，我们觉得太贪心了，也是跳到太后面去了。好啦，哦，这应该不要看解答了啦，解答都被我们看光了。哎，小绿，你还想要再试一次吗？私下玩好了啦，这个好难哦、喔，这真的要一个一个玩很久。对啊。如果大家有喜欢我们这一款益智七巧板的话，就自己来试试看嘛哦。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难。它如果像一般的七巧板，就是只有这里的话，你看这我们一下就破完了。对，太多个。它最难的是黄色这个地方，你还要就是按照它的规矩让牌哦，难度又提升了。大家有喜欢的话，就自己来试试看吧。谢谢大家。